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凌云。今天是2019年11月8日，星期五，是第20个中国记者节，祝我们的同行节日快乐。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参与公众号互动话题讨论，您将可以获得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的录制门票等奖品。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和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预计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吉林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和吉林省气象局昨天15时13分联合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下午15时，全省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请注意做好相关预防工作。温度方面，今天省内大部分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在6度到11度之间，最低温在-7度到-5度之间，长春晴，最高温7度，最低温-5度。好了，详细天气，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被人刺伤，香港各界对袭击行为予以谴责。第二届进博会上，我省交易团成员与世界各地客商展开多层次交流、洽谈与合作。中法双方签署合作文件，中国专家将参与巴黎圣母院修复工作。全国首例网络个人大病求助案一审宣判，判令筹款发起人莫某全额返款筹款，并支付相应利息。深圳航空一航班因挡风玻璃开裂返航。滴滴顺风车将陆续在7城市上线试运营，并将引入失信人筛查机制。长春一大挂车刮线高杆被卡。国际方面，台风海贝斯带来的强降雨使日本十列新干线列车因进水全部报废，损失高达148亿日元，约合9.5亿元人民币。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6号上午，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在香港屯门被人用刀刺伤，后被送往医院治疗，袭击者被当场制服。当天，香港各界对袭击行为予以谴责。针对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6号上午在屯门被人用刀刺伤事件，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当天强烈谴责袭击行为。发言人表示，香港一向是多元包容的社会，市民表达意见时应该和平理性，互相尊重，政府也绝对不容忍任何暴力行为，警方会继续严正执法，保障社会安宁。发言人说，目前警方已拘捕1名涉案男子，并会深入调查案件。据香港警方介绍，何君尧6号在屯门启丰商场参加竞选活动时遇刺受伤，凶徒已在现场被抓获，何君尧意识清醒，被送到屯门医院治疗。6号，多名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也对这一事件感到痛心，并予以最严厉谴责。不少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前往医院探访，纷纷强烈谴责暴力袭击候选人的行为，呼吁特区政府止暴制乱，保障选举安全。7号上午，几十名爱国爱港市民与内地来的热心民众共同举行暖港行动，前往元朗警署和屯门警署慰问香港警察，支持警察严正执法。他们还在警署外举行名为一个拥抱温暖香港活动，呼吁市民拒绝暴力，回归民生。在香港元朗警署门前，自发前来慰问的民众手举国旗和区旗，高喊口号，支持警察严正执法。在前排的民众拉起2面五星红旗，表达对国家的热爱。民众将自己采购的食品物资搬到警察的办公楼，表达对香港警察的支持。香港光头警长刘泽基在接受民众慰问后表示，有决心止暴制乱。今日首先好多谢好多各类同胞啦，同埋市民咁嚟到我哋警署接送一啲嘅物资俾我哋，咁呢个系一个好好鼓励嚟嘅。咁就另外咧，你问到啦，未来我哋嘅决心同埋点样止暴制乱，咁我可以好清晰同埋好肯定话俾大家听，要相信警队，咁所以大家放心，咁啊俾啲时间我哋，咁亦都希望啦，除咗我哋警察努力之外嘅话咧，希望市民亦都系睇到我哋警察嘅决心，站出来支持我哋。在屯门警署外，民众举行了名为一个拥抱温暖香港的快闪活动，呼吁市民拒绝暴力，回归民生。
我哋今日咧仲有一个快闪活动，系希望拉近民众同埋警察之间嘅距离，拥抱大家一齐咁样支持香港未来嘅发展。近嚟呢几个月嚟咧，大家已经睇到啦，已经完全唔系以前往日香港嘅平静繁荣嘅景象，所以大家系好厌倦咗呢种情况，希望大家关注喺经济发展，唔好继续咁样落去。大家希望香港越嚟越好。来关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作为进博会一大特色和亮点，国家综合展集中展示了各个国家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产业状况、人文科技以及特色优势产业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展览面积共30,000平方米。说到国家展，当然要先说一说咱们中国馆。接下来就跟随记者去探访这接近1500平米的中国馆展览区里都有些什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中国馆的前面。其实走进国家展要找到中国馆非常好找，因为这里的观众最多，人气最旺。那现在呢我们站到的这个位置呢，实际上是中国馆入口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大屏幕，而上面的一个细节哈，门面上的细节就透露了这次展览的主题就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那整个中国馆呢将会围绕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在各行各业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有集中展示经济社会方面所取得的重大的经济成就。在我们的不远处，我们将带大家看到的是中国商飞带来的未来电气化飞机的虚拟集成平台。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整个的虚拟平台实际上和我们平时的飞机座舱应该是非常相似的。我们的嘉宾已经在这儿早早就位了，我们赶紧体验一下。汤总您好，哎，好，哎。现在就请您带我们的观众带我一起我们去飞一下哈。我们起飞的地方是从哪里到哪里？我们从这个北京的大兴机场起飞，然后会那个降落，经过这个咱们这个国展中心，然后会降落到上海的虹桥机场。就是这个电气化飞机呢，是我国实现和世界航空强国并驾齐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领域啊，它是一个重要的领域。我们要带大家继续看到的是我们国家的第二台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它的模拟舱，它的下潜深度已经到达了4534米。在我们的这个模拟舱里面，整个的空间并不大。实际上深海勇士号在作业的过程当中呢，一般呢里面是有3位工作人员，而这一次为了让大家的体验感更好，实际上只保留了一个位置。那大家呢也可以在这里模拟潜航员下潜到深海当中，一起感受到我们国家的科技的魅力。二度亮相进博会，融入开放包容的进博会，我省教育团成员与世界各地客商在多领域展开多层次的交流洽谈与合作。他们一边结交新朋老友，一边推介吉林，扩大交流朋友圈。本届博览会，我省共设市州、重点行业等19个交易分团，注册报名的采购企业1585户，4021人，规模超过上届。参会企业分为外贸、生产制造、流通、服务等类型，涵盖汽车及零部件、消费电子及家电、智能及高端装备、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食品及农产品、文化教育、旅游服务等领域。开展经贸洽谈、产业对接、合作交流，推动我省开放型经济发展，是吉林交易团此行的重点。我想在进博会当中呢，一个是更接触更多的供应商，接触更多的客商，那么同时来讲呢，更好的把我们吉林省的物流通道推到世界的这个平台上。无论从规模上、质量上、包括参加的人上，应该说和第一次比都有很大的突破。有好多的产品，特别是轻工产品，是我第一次见到，我都本身就有购买的欲望。我想我要把这些商品组织回去，一定会有广泛的市场。首届进博会举行一年期间，不少展品成为商品，不少爆款走进生活，不少新朋成为老友。穿越全球的进博会带来了开放市场、包容心态和共享期许。当然，在这买全球的盛会上，也少不了吉林人的身影。据了解，第二届进博会吉林省交易团成交统计意向金额为3亿9400万美元，其中九三集团长春大豆公
公司与美国 ADM 公司牵手，欧亚集团与德国博西集团合作，长春国际陆港公司计划购买欧洲铁路服务。四个项目涉及金额1.8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亿1000万元。耳目一新的感觉，层次更高，这个详细的技术水平也感觉有很大的这个提升，应该说是吉林企业家走向世界进行国际合作的重要的平台。那么这个平台的建立，为我们中国企业家和世界接轨提供了桥梁和纽带。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6号，全国首例因网络个人大病求助引发的纠纷在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定筹款发起人莫某隐瞒名下财产和其他社会救助，违反约定用途，将筹集款项挪作他用，构成违约。一审判令莫某全额返还筹款15.3万多元，并支付相应利息。10月6号上午的宣判，身处外地的被告莫先生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参与了庭审。因儿子出生后身患威斯科特奥尔德里奇综合症，2018年4月15号，莫先生在水滴筹平台为儿子发起目标为40万元的个人大病筹款，最终筹得15.3万余元。2018年7月23号，莫先生的儿子因病不治身亡。因接到莫先生妻子的举报，水滴筹公司后向朝阳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莫先生全额返还所筹善款，并支付相应利息。法院审理查明，为给儿子治病，莫先生总计产生医疗费35.5万余元，其中医保报销后个人支付部分为17.7万余元。通过水滴筹筹款前，莫先生已通过其他社会救助渠道获得6万元救助，水滴筹筹款后又获得当地民政部门救助款2.8万余元。莫先生的儿子病逝后，在医院账户内的3万元救助款结余被相关救助机构收回，也就是说，莫先生通过其他社会救助渠道实际获得的救助款为5.8万元。法院还查明，莫先生在通过网络申请救助时，隐瞒了名下车辆等财产信息，也没有提供妻子名下的财产信息。莫先生通过水滴筹发布的家庭财产情况，与其申请其他社会救助时自行申报填写的内容、妻子的证言等，也存在多处矛盾。最终，朝阳法院一审判令莫先生全额返还水滴筹公司全部善款15.3万余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朝阳法院建议，应尽快完善立法，加强行业自律，构建募集资金第三方托管机制，建立网络平台与医疗机构的资金双向流转机制，从而改变目前筹款人直接提现的方式，切实加强爱心筹款的监督管理和使用。5号18:09，深圳航空 ZH9765 航班从黑龙江哈尔滨起飞，前往浙江宁波。10分钟后，因为驾驶舱的挡风玻璃外层出现了裂纹，机组请求返航，于19:10平安降落哈尔滨。飞机落地后，深航地面服务人员向旅客解释了返航的原因，并提供餐食等航班延误保障服务。随后，深航调换了该航班的直飞飞机，重新起飞，并在浙江宁波落地。据深航工作人员介绍，该航班直飞飞机的机型为波音 B737NG， 该飞机的挡风玻璃为三层结构，最内层和中间层是结构层，承受飞机内外的压力差，最外层是非结构层，主要起到防止内层的玻璃风蚀磨蚀的作用。这两天天气越来越冷了，天气虽然冷，但是暖心的事儿从不缺席。10月5号，一则帮女法官完成临终遗愿、寻找需要角膜救助者的新闻在社交平台上大量的转发。这位主动捐献角膜的女法官叫李雪红，据了解，经过新疆红十字会眼组织库评估和确认，将有2位患者在今天完成移植手术。躺在病床上的就是49岁的李雪红。在被查出罹患胃癌后，10月14号，他递交了眼角膜捐献申请表。尽自己的可能，在对社会做一点有益的事，捐给有需要的人，来救一命是一命。李雪红生前是玛纳斯县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审判员，是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批准的首批入俄法官，曾获优秀党员、优秀干部、巾帼建功立业岗位创新能手等荣誉称号。工作27年来，参与审理各类案件3000多件，每一件都办成了铁案。
在家人眼里，李雪红是一个坚强乐观的好妹妹。我们大家都在很为她担心的时候，她反而调过来来安慰我们。我觉得呢，她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意志很坚强的人。11月2号凌晨，李雪红不幸去世。按照她生前的愿望，家人在她去世后联系了新疆红十字会盐组织库的工作人员。经过检查，李雪红的角膜透明清亮，质量良好，可以用于角膜移植手术。眼角膜被摘取后，最佳保存期为7天，可是在盐组织库备案记录中并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患者。由于时间紧迫，为了尽快实施移植手术，工作人员便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了消息。11月6号上午，在新疆红十字会盐组织库，30多位患者正在排队等待检查。他希望是通过自己的有用的这些器官，让别的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尤其是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我们美丽的世界，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挺感动的。据了解，经过新疆红十字会盐组织库评估和确认，将有2位患者完成移植手术。我们接着来看几件同样暖心的事儿。11月3号，在贵州遵义市正安县人民医院大门外，一位准妈妈在行走时突然不适，面临分娩。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进入医院，赶来的医护人员和现场群众为她围起了一个暖心产房。事发后，医院妇产科的医护人员闻讯立刻赶来，经现场检查，婴儿的头部已经露了出来。由于时间紧急，来不及送到产房，医护人员决定采取紧急措施为产妇现场接生。但当时气温较低，而且医院门口来往的群众很多，为了保护产妇的隐私，医护人员组织周围群众在周围围成一个圈。因为我们那个大门外嘛，对面就是很多人来人往的，人很多，我就赶紧就招了一下周围的人嘛，叫他们过来围成一个人墙，把它拦一下嘛，拦一下的话这样好一点。在医护人员和路人的帮助下，产妇顺利产下一名女婴。随后，医护人员将产妇和女婴送到病房，目前母女情况良好。当时的情形我真的非常的担心，我怕我以后再也看不到我宝宝了。谢谢旁边的路人的大哥大姐，谢谢医生。近日，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一名5岁的小男孩去水渠边洗手时，不慎掉入水流湍急的水渠，并被冲入桥下15米长的涵洞。听到小男孩姐姐的呼救后，正在附近的3名群众奋不顾身，立即跳入水中，对落水男孩展开救援。通过监控画面看到，听到呼救声后，周围村民立即跑了过来。苏武华、陈树华、秋良三人跳进水中展开救援。我第一次摸没摸到，他沉下去了。第二次他浮上来了，我一手就抓住了。我们把小孩救上来以后，就有人脱衣服给小孩抱着，也有人拿毛巾给我们擦身子，给小孩擦身子。当男孩的父亲闻讯赶到时，孩子已经被成功救上岸。真的是哎呀，很感动。哎呀，这么冷的天气是吧？跳下去，那个我看到那个我们那个村里面那个小秋，他也是。也有点发抖一样啊，好冷啊！哎呀，真的是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了，真的是，内心里面，对他们这种行为真的很感激。据了解，因为抢救及时，小男孩没有生命危险。前几天，江苏苏州的叶先生一家在农家乐参加聚会，不料孩子贪玩好动掉进了水里，正好被一旁钓鱼的赵小春看到，他第一时间跳进水里把孩子拽了上来。事发时，叶先生正忙着烤肉，妻子和朋友在聊天，3岁的儿子趁父母没注意就独自跑到了水塘边玩耍。通过监控可以看到，孩子在水塘边一蹲一跳，然后就跳进了水塘里。没想到他那个动作是小孩子直接他自己给跳进去了，应该是之前的时候我带他游过几次泳，他应该不怎么怕水，就应该是他以为是给自己还给以前要玩的那种。跳下去之后，旁边有那个赵先生在那里钓鱼嘛，看到之后把鱼竿一扔直接跳下去了，跳下去把小孩子给救出来了。救人的小伙子叫赵小春，那天他正好在这里钓鱼，看到孩子落水就本能地跳了下去。
我还以为是孩子就是在旁边砸石头来着，然后我一回头我一看，那小孩跳进去了。当时呢，我一看到两条腿在上面，也没顾及那么多，然后就比较，迅速的，就是赶紧把孩子给拽上来。还好水塘不深，在赵小春的及时帮助下，孩子很快被抱上了岸。首先呢，非常感谢赵先生这种见义勇为，还有就是通过这个事情，也希望其他家长朋友注意出外在外出游玩的时候，注意特别注意啊自己的小孩子，不要再发生这种类似的事情在。前段时间，在重庆九龙坡区，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在路上行走时突然摔倒，旁边的消防员胡浩然发现之后，立即跑到老人身边将他扶起。这暖心的一幕刚好被路边的监控拍了下来。监控画面显示，当时一位老太太经过九龙坡区消防救援支队杨家坪中队门口时，突然停顿了一下就向前倒去，随后她蹲下来试图用手扶地站起来，可身体乏力摔坐在地上。刚与老人擦身而过的胡浩然听见呼喊声，就立即转身查看情况，发现老人倒地后，他马上放下手中的东西，小跑上前询问老人情况。当时我过去蹲下询问的时候，发现老奶奶的脸色有一点苍白，然后手有一点那种轻微的抖动，可能是没力吧，然后扶起来的时候他的左腿也有一点不方便的那种感觉。得知老人身体不适，胡浩然立即搀扶老人到中队门口的岗亭休息，并迅速联系上老人的家属。老人身体恢复后，在家人的搀扶下离开。目前老人身体并无大碍。日前，在安徽芜湖的一个十字路口，一辆运输苯的罐车发生了自燃。一名执勤的交警见状，立即冒着危险冲进浓烟，将群众救出。路口的监控记录下了整个过程。浓烟滚滚，情况比较紧急。我当时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就是确认一下有没有打119，那个叫那个消防。然后确认过后，然后我们立即把周边的人呢进行疏散。当时，路口的一辆三轮车正好与一辆出租车发生碰撞，三轮车直接翻倒在起火的货车前方，一名老人被压在三轮车下动弹不得。当时我看了一下那个三轮车离油罐车的距离，大概最多也就十几米吧，不到吧。一开始那个三轮车里面应该有一个人出来了，但是后来才发现那个三轮车里面还有一个人发现倒整个三轮车因为被撞倒了嘛，倒在路上面，那个人卡在里面出不来。情况紧急，陶少臣立即冲进浓烟，先将老人从三轮车下救出，并和他人一起将老人扶到了安全地带。因为救援及时，老人并无大碍。随后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对罐车进行降温灭火处理，很快火情被控制。据初步判断，该罐车是由于长时间运输导致轮胎磨损，造成车辆自燃起火。5号下午，两名男子在新疆和田地区的戈壁滩捡玉，因车辆陷入沙坑无法行进，被困了20多个小时。6号下午1点，当地消防部门接到被困者报警电话之后，联合具有戈壁越野经验的专业人士赶到现场救援。6号下午2点多，救援人员到达求救定位地点后，并未发现人员和车辆，随后顺着车辙印记一路寻找，4个小时后终于找到被困者。当时两名男子已经被困20多个小时，除了情绪有些激动，其他并无大碍。到戈壁滩上啊，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捡上那个和田玉。结果呢，车进去之后呢，车就陷下去了。前面我们一直在自己想办法，摆脱困境。结果呢，车越往下陷，当时这个场地还没有信号。今天呢，我就走出来之后找到信号地，给咱们那个119求援。救援人员利用救援车上的牵引绳索，将陷在沙坑里的车辆拉出，成功解困。消防人员提醒，进入戈壁地带难以靠肉眼判定方位，一定要提前规划合理路线，并沿途设置路标，以免迷失方向。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拨打119求救电话，同时注意防寒保暖，保存体力，在原地等待救援。开车上路一定要注意安全，可是这世上总有一些奇葩的司机，他们做出的事儿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慢点。
同行人一边喊着慢点慢点，司机一边把车撞翻了。这事儿在安徽阜阳，这辆轿车在市区行驶，时速竟然高达177公里。车辆翻车倾覆，损毁较重，绿化带内治安监控被连根拔起。交警赶到现场时，车内无人，司机涉嫌肇事逃逸。交警多次拨打车主电话都无人接听，事故还在调查中。同样是在安徽亳州，一名男子醉酒后回家，被小区内停放的车辆堵住去路，一气之下，他拎起锤子对着一辆轿车、两辆电动车一顿猛砸。结果呢，他因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酒壮人胆，这话可一点都不假。在湖北襄阳，交警查获一名酒驾司机。吹口气，吹啊，吹气啊，把车就挂屁股再来。这名司机姓李，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每百毫升153毫克，达到醉驾标准。李某解释说，自己的情况不一样。我就不能开车，我知道，可是我的情况不一样，我是有病的，我是用酒当药引的，以药来治我的病。他说自己有糖尿病，并发症影响了视力，也就是为了安全驾驶才喝酒开车的。我只是泡点药酒来改善我的。你喝了药酒以后，头脑清醒的很，也精神，人也精神，眼睛也亮。这套说辞真是让人大跌眼镜。糖尿病人是不能喝酒的，这么常识性的问题当然不会唬住交警的。最后以危险驾驶罪将他移交检察机关。给自己找到奇葩理由的还有这个小伙子。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比如说头发刚梳好，戴个手表到公司，什么发像？像什么？这是在浙江义乌，这个小伙子骑电动车没有按照规定戴头盔。他解释说，头发刚梳好，捯饬发型不容易，要是戴个头盔到公司，发型就全塌了。交警是这样怼回去的：你头发梳得再好看，也没有一个头盔重要。头盔没戴过，撞一下，扒登一下，人没了，有什么用啊？然而，这个小伙子始终不承认自己错了，继续跟交警辩论。你们说罚一次两次了，人天天都罚，我是杀人放火了吗？大哥，你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是违法啊！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个法你要遵守。交警耐心地把小伙子说得哑口无言，这才按规定罚了他10块钱。头盔戴在那里再难看，你上去人好的，这才叫有用。7号中午12点左右，在长春长兴街上，一辆大挂车拉载着集装箱，在通过一座铁路桥的下方时，被限高杆卡住，造成附近道路的暂时拥堵。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是团山街跟长兴街交汇处附近的这样一个铁道桥的下方。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一辆大挂车，它正好是卡在了这个限高杆的下面，把这个大挂车后边的这个护栏已经撞开了。记者看到，限高杆限高4.5米，集装箱的中间位置和限高杆发生了刮碰，集装箱的箱体能看到被挤压的痕迹。此时大挂车左后侧的轮胎已经放了气，大挂车上的工作人员正在调整集装箱的位置，以便大挂车能够顺利通过。交警部门在同侧的车道设立了警戒线，防止其他车辆通行造成二次伤害。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大挂车终于载着集装箱通过了限高杆，在路边继续调整集装箱的位置。而在现场，记者也见到了大挂车的司机。那边咋都过来了？你看这杆子卡住了，他这个线杆有毛病。他那边都过来了，他是要过不来的话，那边过不来。我那边都过来，到这就卡住了。该司机表示，自己的车高应该没有问题，而且桥洞两边都有一样的限高杆，一侧可以顺利通过，在另一侧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也十分不解。记者在现场了解到，长春交警宽城区大队事故科已经介入，具体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之中。祖国。
欢迎回来，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进入生活服务资讯板块。中国天文年历显示，今天凌晨1:24迎来传统24节气中的立冬节气。习惯上，我国民间常把这一天当作冬季的开始。进入立冬节气之后，气温下降日趋明显。此时节，公众应注意防寒保暖，预防感冒、心血管等疾病的发生，注意均衡饮食，要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近期冷空气频繁来袭，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雨雪降温，西北部分地区还将伴有沙尘。随着这股冷空气逐渐东移，它的影响将波及北方大部，预计新疆北部和西南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自西向东先后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上述地区气温将下降6到8度，局地10度左右。此外，冷空气还将带来4到6级风，新疆山口地区风力可达8到9级，部分地区伴有沙尘天气。再来看省内天气情况，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和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预计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温度方面，今天省内大部分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在6度到11度之间，最低温在-7度到-5度之间。吉林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和吉林省气象局昨天15时13分联合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下午15时，全省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请注意做好相关预防工作。今冬热观察继续唠唠供暖的事儿。今年的供暖季，我省各地供热主管部门热企有了不少新变化，归结起来一句话，敲门问暖回头看，主动监管有作为。百姓身上暖心里热越来越成为大事儿要事儿，主动办马上办，贴心的公共服务温度越来越舒适。如何让百姓享受到高质量的供热服务，长春市开展了供热大调研大走访活动，变单选题为多选题，凡是与供热有关的事都要管好管及时。因为开发商供暖管道施工时质量不达标，长春市东义美郡2期15栋试水时发现多处漏点，供热主管部门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第一时间督促开发商更换质量过硬的管道阀门，保证及时供热。现在已经恢复得挺好，我看这进度也算挺快的，明天应该我觉得应该能供暖了，挺好的。今年供暖季，长春市主动作为，给32家供热企业戴上了紧箍咒，严格落实综合信用等级评价考核，要求 A 级企业供热温度达到21度以上 ，B 级企业供热温度达到20度以上。对考评结果为 A 级、B 级的企业鼓励支持发展，对 C 级企业限制发展 ，D 级企业实现末位淘汰。今年农安县针对老旧小区及以往供暖投诉高发的小区，一方面敲门问暖，掌握供暖实情，另一方面不断回头看，督促供热企业提升供热效能，同时对全县广网启动早中晚全方位动态管理巡检模式，确保供暖万无一失。我早上起来就感觉屋里头有温度了，能达到22度、23度，到中午前就是24、25度，保证居民的室内温度达到20度，力争22度。对极寒、严寒，甚至大幅度降温的条件，我公司也有相应的应急预案，会启用备用炉。在通化县供热管理处安装了室内温度在线监测平台，每15分钟进行一次数据传输，实现对锅炉房、换热站和居民固定测温点的数据上传和热用户基础数据录入。这就好比让供热工作有了一个人工大脑，全面掌握用户用热情况。当地还针对供暖诉求老大难问题，完成了9200米供热管线改造和备用热源三合浦供热站新建工作。这个新锅炉房今年启用了，这两台炉就是启用以后，这是一备一用，就保证今年冬天的供热是绝对没有问题了。据日本媒体报道，东日本铁路公司负责人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上月台风海贝斯带来罕见的强降雨，使得进水的北陆新干线10列共120节车厢将全部报废，损失可能会高达148亿日元，约合9.5亿元人民币。东日本铁路公司社长深泽佑二说，进水列车的车底等内部机械都有水渗入，虽然部分列车零部件还可以使用，但是考虑到列车运行的稳定性、安全性以及维修的费用，还是决定重新建造新列车。
东日本铁路公司方面表示，将尽快全面恢复北陆地区的新干线运行。强台风海贝斯10月12号傍晚登陆日本，受其影响，10月13号长野县千曲川堤坝决堤，停在长野新干线车辆中心的10列新干线列车严重进水。这10列列车占日本北陆地区新干线列车总量的1/3，导致东京至金泽区间的新干线运行大受影响。日本环境省表示，上个月遭到强台风海贝斯侵袭后，日本有91个装有放射性土壤的袋子被冲入河流。这些放射性土壤是2011年福岛核事故产生的，具有危险性。据报道，这些袋子此前被放置在位于福岛县及周边地区的临时存储点。日本环境省官员表示，被冲走的装有放射性土壤的91个袋子，其中有90袋来自福岛县，1袋来自立木县。目前至少有25个袋子在被发现时已经是空的，这就意味着其中的污染土已经被冲入河流。近日，科技部会同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共同宣布成立国家 6G 技术研发推进工作组和总体专家组，标志着我国 6G 技术研发工作正式启动。其中，推进工作组由相关政府部门组成，总体专家组由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37位专家组成。科技部表示，目前全球 6G 技术研究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技术路线尚不明确。下一步，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总体专家组系统，开展 6G 技术研发方案的制定工作。滴滴顺风车6号宣布，将于11月20号起陆续在北京、哈尔滨等7个城市上线试运营。滴滴顺风车再次上线之后，如何解决之前存在的乘客安全问题？司机又将有怎样的考核认证机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滴滴披露的方案，试运营期间，滴滴将在哈尔滨、太原、石家庄、常州、沈阳、北京、南通等7个城市上线试运营。这7个城市首先提供男性5点到23点、女性5点到20点、50公里以内室内中短途的顺风车平台服务。试运营期间不收取信息服务费。在顺风车车主准入门槛方面，滴滴将引入失信人筛查，可公开查询到的失信被执行人无法注册成为顺风车车主。首先，我们做了全量的实名验证，并且在行程中的多个环节进行车主和乘客的人脸识别。同时，我们首先提出了信息核验卡这项安全功能，在司乘上车之前就要进行身份的核验，保证人车相符才能够上车。女司机拉女乘客，男司机拉男乘客，然后在那个顺风车这个软件上面，就是多加一个小程序啥的。就是司机在注册顺风车的时候，再加强一些人员的审核，我觉得是更好的。现在人脸识别的话就比较安全了，我感觉，就可以达到这种安全性了，杜绝这种就是说别人开的可能性了。2018年5月和8月先后发生了2起乘客乘坐滴滴顺风车后遇害的事件。2018年8月28号，滴滴宣布顺风车业务模式重新评估，在安全保护措施没有获得用户认可之前无限期下线。当时滴滴顺风车被外界指出存在审核隐患，外界呼吁在顺风车的准入标准方面应当加入犯罪记录的背景调查和信用调查。平台必须要抓紧篱笆，堵塞一切安全隐患的漏洞。在这个点上，我认为一定要把平台的自律监管责任和对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挺在前面。前两天，在贵州雾凇高速公路蒲场镇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越野车失控撞向路边的右侧边坡后窜进了树丛里，事故的原因竟然是驾驶员走神了。通过越野车上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当天雾气较大，车辆一直行驶在快车道上，来到一个弯道处时，车辆突然失控，左右摇摆，最后冲进右边的树丛。民警赶到现场后看到，越野车停在应急车道上，车身被树枝、藤蔓等植物缠绕，挡风玻璃完全破碎，保险杠被撞凹陷，引擎盖变形，一台测速箱被撞飞，掉落在车头位置的地面上。当时车子好像有点往二边往左边打了，之后我怕翻到那个坏撞到栏杆，我往右边打的时候就打结了，等于往这边穿过来了。
民警介绍，这起事故是因驾驶员习某开车走神导致车辆跑偏，发现情况后又猛打方向盘造成的。可能是最近没有休息好，然后有点可能是有点慌神吧。民警提示，开车走神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家在行车途中一定要集中注意力，认真驾驶。最近河北保定的一名司机驾驶车辆肇事逃逸后慌不择路，导致车辆失控撞入河中。近日在河北保定，一辆黑色小型轿车夜间倒车时与后方一辆停在路边的白色越野车发生碰撞，随后黑色小轿车肇事逃逸。然而肇事司机在逃跑途中慌不择路，一下子冲破栏杆掉进了河里。6:40我们接到报警，说在易水河内有一辆小型轿车，人员情况不明，我们立即赶赴现场。经现场勘查，侧翻在易水河内的车辆正是凌晨肇事逃逸的车辆，且车内无肇事司机及伤者，我们立即展开调查。迫于压力，驾驶人马某很快来到当地交警大队投案自首。经公安网查询，驾驶人马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属于无证驾驶机动车。据马某交代，其驾车逃逸后因担心后车追赶慌不择路，错把油门当刹车，致使车辆失控冲进易水河，所幸河水不深，从副驾驶位置得以逃出，随后弃车逃走。经讯问，驾驶人马某对其无证驾驶机动车以及发生的两次交通事故供认不讳，负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目前驾驶人马某因无证驾驶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新闻早报，新闻全知道。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文物局的消息，中法双方6号在京签署合作文件，就巴黎圣母院修复开展合作。中国专家将参与巴黎圣母院修复工作。根据这份合作文件，中法双方将在2020年确定巴黎圣母院保护修复合作的主题、模式及中方专家人选，尽早选派中国专家与法国团队共同参与现场修复工作。我们和法国远东学院一直有合作，法国文化遗产学院一直有合作。我们做的工作、我们的理念、我们的技术水平，他们都了解。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重庆承德避暑山庄，许多的国际同行都去干过。其实用于实质文物保护，其实这世界性的难题，我们用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材料，用现代的科技进行这种叫改性也好，做适应性的改进也好，它是同一个材质东西，它是亲和度很好，用我们材料加固以后效果非常好，我们是很成功，应该说成功了。当然你比巴黎圣母院那地方要用他们的传统材料去做，我觉得还是需要有大量的研究工作来做。文件还明确，中法双方将就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保护开展技术与科学交流及培训项目。英国本届议会本月6号正式解散，标志着12月的英国大选选战拉开帷幕。英国首相约翰逊6号表示，如果再次当选首相，他将在明年1月实现脱欧。约翰逊当天表示，议会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脱欧协议，拒绝尊重此前脱欧公投的结果。如果自己再次当选，他将第一时间寻求议会通过脱欧协议，结束这个不确定性。同一天，反对党工党领导人科尔宾表示，如果工党赢得大选，将有可能在3个月内与欧盟重新就脱欧协议内容进行磋商。科尔宾对媒体表示，已经和欧盟官员讨论过相关议题，他确认脱欧期限将被延期，新的英国政府将获得更多协商时间。据民调显示，保守党获得的支持率领先，达到36%，工党居第二位，为25%。10月初，英国政府正式向欧盟提交了新脱欧方案，随后获得通过。但这份新协议在英国议会内部仍难以得到大多数议员支持，因此约翰逊要求提前进行大选，期待在议会中增加保守党议员人数，使新脱欧协议能顺利通过。英国议会下院10月29号投票通过提前大选法案，同意在12月12号提前举行大选。按照相关法案要求，大选前25个工作日需解散议会。
在南非东开普省的库加市，当地政府正在修建一条塑料公路，希望用一种新的方式解决环境污染和道路维护问题，同时通过这一项目唤起全南非民众的环保意识，激励企业创新，设立更多有利于环保节能的项目。今年三月，库加市政府宣布，当地土木工程和建筑公司将与苏格兰一家名为麦克雷伯的创新公司合作，将需要填埋或者焚烧的废塑料分解成颗粒，用于替代传统沥青混合材料中的大部分沥青，然后使用这样的材料在沿海城镇试点建设一条全长1公里的塑料公路。据悉，修建这样一条1公里长的塑料公路，能够回收利用近70万个废旧塑料瓶或者180万个塑料袋。塑料公路适合当地气候，更耐用耐热，同时可以减少车辆行驶的燃料消耗和道路养护开支。We knew this was the first for Africa, first for Africa, so we're very excited. And we, like I said, we're always looking for innovative ways to improve our infrastructure, to improve economic growth, to create jobs, and this one road caters for all of that. So we hope that this is the first successful plastic road in Africa.麦克雷伯公司的代表表示，库加市的试点塑料公路是他们在非洲的第一次尝试。在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的非洲，这种可以节省道路维修费用并改善现有公路的试点，同样引起了很多非洲国家的兴趣。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近日，希腊南部一工厂遭遇龙卷风袭击。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强风扫过工厂时裹挟了大量建筑碎片，厂房的屋顶也受到破坏。工作人员透露，龙卷风来袭时工厂里有大约60名工人，所幸无人受伤。近日，印度拉贾斯坦邦迎来一年一度的集市，今年在这个以牲畜交易而闻名的集市上，一头水牛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其强壮的体格和黑亮的身躯，已经有买家愿意出价2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400万元来购买这头水牛。近日，在美国加州，当地警察在巡逻时意外发现一头熊被困在垃圾箱里，两名警察随即走进垃圾箱，迅速将盖子打开，这头黑熊得以从垃圾箱逃脱。这个地方位于加州的国王海滩，受地理位置影响，附近常常有野生动物出没。再来关注这时段的天气，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等奖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